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企业个案研讨第一次的录影，我们很高兴呢在现场请到学校的黄文佐黄老师呢来跟各位同学一起来研讨。黄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跟各位同学一起研讨企业个案研讨分析，谢谢各位同学。那么这门课程呢跟其他的课程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会借由呢国内或者是说国外一些现有的企业，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们的产业状况，以及呢他们因应之道啊，来跟同学做一些分析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学到说很多呢我们在课本上所学到一些知识，以及企业呢他们是怎么样来实际上的应用。那么我们今天所探讨的呢，就是第一讲啊，就是王品的新铁人，那么也是戴胜义呢。他的一个王品集团他经营的状况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引用金华饭店总裁潘思亮，那么他对王品集团呢曾经有这样一个评论，他又说在台湾转型成为服务业的社会之际，那么王品呢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典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家台湾目前最大而且最赚钱的本土餐饮集团，那么它的旗下呢有7个品牌，有50多家店，年营业额呢达到新台币30亿啊，这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王品。那么它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般对服务业，特别是餐饮业的一个印象，因为都觉得说啊工作很累啊，薪水很少啊，然后时间又那么长，那么平均收入也不高啊，但是这些呢却不适用于王品。为什么呢？因为王品集团它的绩效奖金，它的内部创业跟它的利润分享制度呢，让每一个在公司里面努力服务的员工呢都能够拥有高薪，甚至呢我们可以讲说他们的店长、他们的主厨的年薪呢，我们如果说跟高科技产业高阶主管来比的话呢，可以算是丝毫不逊色啊。所以这是王品集团它特别的地方，也是我们一起想要来研究说为什么这个企业这个集团能够经营得那么成功。那么在今天这个讲次里面呢，我们会分为以下的6项来跟同学一起来探讨。那么第一个呢就是3个100分的戴胜义，第二个呢谈到说他们的家族3兄弟各自创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王品集团他很特别的海豚领导，就是他怎么利用海豚学习的这个经验然后来带领员工。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激励理论跟它的一些应用了，后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多品牌策略，它称为醒狮团计划，就很多的狮子都醒过来了。那么最后面呢就是它的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小故事。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第一个，就是3个100分的戴胜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说3个100分呢？因为它推动员工呢来修学300个学分。事实上王品集团呢它自己有它的王品大学，然后要修那个200多个学分，比我们一般大学还要多。那么它这边所强调的300是说你必须呢要游百国啊，然后呢要登百岳，就爬100座山啊，最好是说呢还要在国内外呢吃到100家的餐厅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他认为说你游百国的话可以增加你的见识嘛啊，你可以看就见多识广。那么登百岳的话呢，你就可以增长你的胆识。那么吃百店啊，你常去国外吃或者说在国内吃，你可以知道说别人怎么经营的啊。所以这是他的300个学分。那么他也希望说他的部署呢都能够啊贯彻这一些。那么他也以身作则啊，他不是他只是提出这些口号，
他自己本身是以身作则，所以我们看啊，他也自己呢亲自带领他的子弟兵，就是完成了登玉山，然后横渡日月潭，然后骑自行车环岛等等的活动，只要员工完成的话呢，都会有奖励啊。那而且呢，就是他们经由这些学习之后呢，让他们在事业上面或者说在体能上面啊，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进步啊。那么后面呢，大概就是他的一些小故事啊，比方说他对他的同仁呢都不称呼为员工啊，他也不以老板自居，而且呢他也不是开着百万名车啊，用的都是很平价的东西啊。那么他有的时候从台中到台北啊，因为他穿得很休闲嘛，所以甚至说一般员工呢都还不知道说他是大老板啊，所以我们从这边呢都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呢是非常的简单，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啊。那么他也要求他的员工说要走一万步啊，这个都是他对员工的一些希望，就你的衣橱不要太大啊，然后啊你可以说过得比较简单一点啊，那么你对工作呢也可以投入的更多。那么在王品集团里面呢，又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条款，就是比方说呢它的公平性或者说非亲条款啊，就是公司呢是禁止录用同仁的亲戚啊，而且呢在公司里面也是不谈政治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同仁心中的戴胜义啊。我们看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老板啊，就是非常的开放，而且也能够彻底的授权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王品的现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也是很特别，就是不能够接受厂商100块以前以上的好处啊，如果说你触犯这个王品宪法第一条的话呢，就是要开除啊，而且呢你在赠送礼物的时候呢，也应该是在100元以下了啊。那么如果说有别的厂商啊送你礼品是因为公务的话呢，你也必须要归公啊，所以这个呢都是在公司里面呢比较特别的啊，特别的一些规定啊。那么这边呢就是戴胜义的一些小档案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他的家庭，就他的父亲呢是三盛自贸的总裁啊，那么他的长兄就是戴胜通，也是国内重要理事会的理事长。那么他的弟弟呢也是跟他一样啊，就是创业啊，所以他们一家人呢都是在经营事业上面都是有很大的成就啊。那么接着你们请黄老师呢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来创业的。好，谢谢兄弟。我们的戴胜义戴总呢，他在这个台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他爸爸一手所创立的这个三盛自贸工作，那也工作了11年，长期来担任这个副总的职务。那戴胜义因为担任了11年副总，他有感于说我们家里有三兄弟，那日后的话可能兄弟会为了这个增产的方式呢，所以呢他也为了避免这个未来的问题，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父亲提说他要出来创业。 OK， 那这个我们这个戴老板他在创业之后，他也并不是说一开始创业就非常的顺利，那他主要是说在创业之初他也面临了大概9次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所以呢他在这9次失败呢给了他非常大的人生体验。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在这个到一个南非去旅游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想到了一个创业的 idea，所以呢他就到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高雄创立了第一家引进鸵鸟这个游乐园哦，叫做这个 BB 乐园。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为什么我们戴胜义先生他会想要创立这个王品，因为有一次呢他无意中呢到这个台塑来品尝到这个台塑牛排，那他发现呢像王永庆这样的一个大老板或者年纪比较长的长者，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吃的牛排是含有这个血跟半生不熟的，那加上呢台塑这个牛排非常的有特色，是由这个台塑的三娘她改良过这一种中式的牛排变成是全熟，而且也请到非常多的这个王永庆的相关的这些朋友跟老板来品尝，然后这些老板呢跟消费者品尝过这个台塑牛排的时候都非常的喜欢，所以也因此呢让戴胜义从这边取得了这个创业的灵感。再来呢他对这个王品集团还有他的一些经营的理念，首先他提出的是一个诚实，就是呢我们对待家人要诚恳又要实在，再来接下来呢他认为是群力，就是群策群力的意思，所以他相信呢我们在王品集团工作
不应该是一个人可以来达成这个任务，应该是要发挥团体精神，群策群力，发挥一加一加一等于九的这样子的连锁效应，这样大家再可以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更极致。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还严主任。好，那个谢谢黄老师啊，跟各位同学分析了整个王品集团啊它的一个经营的理念。那么我们休息一下，接着呢我们再谈它最著名的海豚领导学。好，各位同学，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谈一下啊那个戴胜义他所独创的一个海豚领导。那么我们在这边呢也是资料多半是引用自卓越杂志啊，他们有对那个戴董事长呢做一些专访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一个餐厅的店长他也能够年薪千万，那么上菜的服务员他的鞠躬的幅度，甚至他微笑的程度呢都有经过计算啊，这些都不是天方夜谭，而是戴胜义他十几年来他的变化出了一个餐饮魔术，然后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业绩能够产生啊，所以我们可以讲说他舍得给是他对员工的一个方式，而且呢他也给得起，就是说啊，因为他的红利啊或者他的这方面的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能够吸引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人才在企业里面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海豚领导学啊。这是在民国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戴胜义呢，因为他投资失利，所以他就跑到香港的海洋公园去看表演。那么他所欣赏的就是海豚跳火圈啊。那么他看了之后，他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海豚呢一次又一次的跳过燃烧火的火圈。那么他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么原因呢就在于说他每一次跳过火圈的时候呢，那个驯兽师马上就喂海豚的一条鱼作为奖励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海豚他愿意往火圈里面跳最大的诱因所以戴胜义呢他又认为说这个是鱼性啊，同时呢这个也是人性啊，那么及时奖励立刻分享呢就是这个领导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精髓啊，就是我们看到说啊，如果说员工表现好，你就马上去奖励他，而不是在年终的时候才给他那个绩效奖金了。那么戴胜义他也认为说呢，演戏是可以彩排，就你错了，你可以重新再一次。但人生呢，你说你犯错之后不能够重新来，而且有这么多的员工跟着他啊，所以是不能够犯错。那么，那你怎么样来做才能够做得最好呢？因为企业里面它都会有风险，都会有挑战。那么如果说你想说我不冒风险，但是不冒风险呢事实上呢就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啊，所以戴胜义呢他能够秉持着这样子亦步亦趋然后兢兢业业态度呢能够创造出他的王品餐饮的集团呢，那么他主要就是说让员工的努力呢跟收获能够成正比，所以门市一旦开始赚钱的时候呢，所有的出资者跟员工呢都可以享有利润。所以我们看这边一个例子，比方说一家店，他开店成本是600万，那么店长呢他出资11%，那么其他人呢就按照他的一个职位来分，比方说主厨是7%，然后区经理2%，行政人员的一些协理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总经理，一直到他的话呢是26%。那么员工怎么办呢？事实上这个员工呢他也可以分，比方说他可以分到21%的红利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海豚的制度，及时的奖励。那么另外呢就是他们的资讯呢是非常的公开，所以在公司里面呢是没有秘密他们的一些资讯都是透明，而且呢每一个店它的营业额、它的获利、它的分红呢全部都有按照它的绩效呢做一个排序。那么员工的薪资绩效评估，甚至于说连他们采购的一些成本财务呢都是公开，这样可以防止黑箱的作业所以员工在王品的话呢可以说是对于公司的内部的资讯个人的表现，或者说整个公司集团的营运状况呢都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个是他们的整个资讯的公开化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谈到了相关的激励理论关于这一点能不能请黄老师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是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谈到这个激励理论，就是说我们戴胜义老板呢他是如何用这个激励理论来激励他的员工。首先我们来谈一下激励理论里面的第一个名词，叫做这个激励作用。
这个激励作用是指呢，我们个体因为要达成某个目标，所以呢，我们会因为我们要达成这个目标的强度呢，所以我们有要付出这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绩效的评估。绩效评估是讲说，我们员工在工作某一段时间之后呢，那我们会去衡量说，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绩效。那针对这样的绩效，我们可以得到怎么样的调薪、升迁跟这个加薪等等的。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谈到这个期望理论，是激励理论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名词。期望理论是谈到说，一个人他之所以会采取某种行为，那这个行为他的意愿自己高不高，是取决于他期望我做了这样的行为之后，那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吸引我的这个结果的效果。所以呢，期望理论认为说，要激励员工啊，会产生效用的话，是要让员工去相信，好，我们激励他之后，他会得到一个好的这个绩效。那绩效好的话呢，我们公司就会给你这个奖励，所以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这个效果，所以最后呢，可以达到公司对个人员工这个激励。再来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期望理论他们之间的这个关联性。那我们首先谈到这个努力跟绩效的关联性。如果当我们个体认为说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某种绩效，然后你认为它的可能性很高的话，那有可能我们就会更加的努力。那再来我们谈到绩效又跟报偿、酬偿这样的关联性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个体进而相信说我们绩效达到某个水准之后，那公司愿意给我们更好的这个报偿结果，那就更可能驱使个体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报偿的这个水准。所以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报偿对这个个体目标的关键性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个体认为说组织给予我们的这个报酬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吸引力存在的话，那我们个人就应该会去达到组织要我们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个的话基本上是从期望理论的这个理论的这个努力到绩效，绩效跟酬偿，酬偿跟这个个体目标他们之间的关联性。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接下来是举这个变动薪酬制的这个例子。那变动薪酬制是指说我们公司的员工他领的薪水有一部分呢是根据他的个人绩效来计薪的。比如说案件计酬这个名词，就是当员工完成某一件工作，然后他有固定的数量之后，我们就可以额外领取这个固定的这个报酬。那这样的名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案件计酬制。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讲，那变动薪酬制可以跟我们这个期望理论有怎么样连结？那变动薪酬制呢，就相当于贴近我们刚刚所谈到期望理论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激励的效果，然后让员工呢可以领取比固定薪水更高的薪水，这样员工就会体认到说，哦，我的绩效比较高，组织就会付给我更高的薪水。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一些杂志呢谈到这个员工绩效的这个结果。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在许多年前呢，王永庆到他的这个明治工专去这个巡视啊，那他看见草皮上有三个工人啊在施工啊，那他发现这三个工人呢态度其实是很散漫的。那王永庆就问他说，那我如果每个人呢给你们多一倍的工资，就是你们每个人一天我给你120块，那你们可以做铺更多的草坪的坪数吗？那这工人就回答这王永庆说，可以，如果你愿意付我2倍的薪水，我就愿意做更高。那事实上结果是怎么样呢？他王永庆付了120块，结果工人是做了3倍的坪数给这个明治工专。所以呢，这个报酬理论呢，期望理论就在这里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给员工有高于他所期待的这个报偿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激励他去做到比我们符合目标更高的这个报偿。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回给严老师。好，我们谢谢黄老师呢跟同学所做的一个说明啊。那么我们从这个个案里面也可以看出说，海豚领导学呢不只是说在餐饮业适用，在各行各业啊，像王永庆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海豚这样一个领导的一个名称，但事实上它也是用同样的原理。那么我们休息一下呢，再回到现场。好，那么我们刚才呢提到了有关海豚的领导学跟它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应用，那么激励理论，那么黄老师呢也跟同学谈到了就是我们常用到的一些
就是期望理论。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整个的醒狮团的计划。那么醒狮团计划呢，这也是在王品集团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呢，能不能请黄老师跟同学做一个说明？是的，我们来跟同学探讨一下醒狮团计划，他谈到的意思呢，在2001年呢，戴胜英董事长他推动一个叫醒狮团的计划。那这个计划是说可以因应景气低迷，然后让这个王品可以走出这样的低迷，然后进而扩张他们企业的版图。那何谓醒狮团的计划呢？他醒狮团的原理的 idea 是说，在一个舞狮团里面呢，我们有好几头狮子，那这几头狮子可以在各自的这个舞台上共同的展现自己的魅力。 OK，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王品集团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概念，让我们公司内部的高阶主管成为每一个的狮头，也就是狮王，让这个狮王呢来复制王品台湾牛排成功的经验，然后进而呢来开创个人的这个新品牌，来达到扩张企业版图的这个效果。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王品的多品牌制度。第一个他提出的概念是，人才是需要被重视的，因为这么多品牌必须要有相对多这么多的人才来帮他做开拓疆土。那王品集团也非常重视员工，也尊重员工。比如来说呢，他们在公司内部一定要称呼员工为同仁，而不是称呼他为这个员工。那这个品牌的命名呢，他也交由这个各个这个创业的品牌负责人呢来对他们做命名这样子。那王品集团培育的人才基本上分为四大类，第一个是这个储备干部，第二个呢是这个全职服务员，第三个是全职的厨房助理，第四个是计时的这个服务人员。那为了因应这个他们公司扩大品牌这样的人力需求呢，他们除了在二月、七月跟八月的旺季之外，他们额外在每个月呢，他也另外进行这个储备干部的招募。那此外呢，建教合作也是他们这个人员来源需求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管道。目前跟王品台硕合作的学校已超过了32所，包含大学跟专科的建教合作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哦，我们戴胜英老板呢，他也提出了一个叫做归零高，但是这里的归零是指心灵跟知识的归零。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一个新人踏出校园，或是已经有工作者，无论是什么身份，进入王品，首先要服用一剂叫归零，把自己放空，从头开始学习。那王品的这一个组织的架构呢，可以分成店面跟厨艺两大类。那店面的话，他把它分成6组，包含行政、接待、训练、定位、排班和维修。那在厨艺组的话，把它分成4组，是分别为训练、定位、排班跟维修。那不管你是哪一类，它都有定都标准化的作业规范，然后当作它每一天还有员工考核的依据。那因此呢，它编了多达38本的这个工作站的标准手册，所以每年呢都还在去更新这些的标准手册，所以务必要做到让每位工作人员可以取得这个合格的训练学分之后，他才可以到各个门市去服务他们的顾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职涯的这个训练，关于内训的部分。那王品台硕牛排，他基本上他的集团有同学所看到的，包含西提、陶板屋、元烧、聚哦这些等等的。那王品集团他的组织架构，在我们投影片上同学可以看到，是从集团下来上面有个店长，店长底下分为3个主轴，左边呢是这个大厅组，中间是厨艺组，右边是行政组。那在左边这个大厅组底下是分成主任、组长到服务员，中间这个厨艺组呢是分主厨、二厨、三厨，还有这个厨房的助理。那右边行政组就包含会计。那接下来我跟同学介绍一下他的职涯训练，关于外训的部分。那在外训的话呢，王品台硕提出每位同仁在每一年呢，他会给他们20000块的额度，到这个企业外面去寻求比较优良的课程来做他们外训。那其余的部分的课程呢，他就委由他们内部的这个专业讲师呢来跟他们做讲训。那讲师包括他们的店长，然后他的主厨，还有他事业部的区经理。那他们的这个教材呢，更是在这一些个专业人士的群策群力中脑力激荡出来的一个相当优良的教材。那再配合这个课后的这个个人所提的行动计划，来当作督促学员这个他学习的成效，进而回馈给每个门市。那最后呢，我们再把现场交还给袁老师。
好，那个谢谢黄老师的一个说明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有的时候在新闻上还会看到说，王品集团他们的员工啊，在中山北路，就是剑桥那边哈，就对着马路大喊啊，那是他们训练员工的一种方式。那么借由这种就是激励的啊，就你能够把你内心的对成功一种渴望啊，还是怎么样，把它喊出来啊，能够振奋人心了，能够提升士气啊，所以这也是他们外训上面啊很特别的地方了。好，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这是戴胜义呢，很，他个人的一个人格特质，就是他常很喜欢跟同仁呢来讲一些小故事，啊，那么我们看他所讲的这个故事哈，就也是能够发人深省的，就是老鼠跟松鼠。同样，我们想说老鼠跟松鼠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啊，事实上哈，在他的一个认为说，老鼠跟松鼠都是老鼠，啊，都是鼠类的。但是它们长相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松鼠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尾巴，但是呢老鼠它没有一个大尾巴，啊，那么你有一个很大尾巴之后呢，客人就会喜欢你，啊，但如果说你的尾巴呢是又尖又长的话呢，客人就不会喜欢。那么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呢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在对客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怎么样，就是非常的有礼貌，然后面露微笑，然后让客人呢能够感受到宾至如归。所以他们会要说，你在微笑的时候要露几颗牙齿，啊，那么你在鞠躬的时候是多少度啊？然后你怎么上菜？那么这个呢，就是你的松鼠的尾巴啊。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同仁说，要记得一定要把自己的松鼠尾巴呢带上去，然后不要带老鼠的尾巴啊。这是一个故事。那么另外一个故事，他讲到说是钻石团队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说那个钻石呢都是亮晶晶的啊，非常的闪亮。但事实上呢，这个钻石啊，它不是说它一面闪亮而已，啊，我们知道钻石它会被切割成很多面，有的是切割到32面，有的是切割成64面，这么多的面相，啊，所以因为光线的折射，就你光线照到钻石，钻石它内部相互的一些折射呢，能够让它变得非常的闪亮，绝对不是只有一面，像镜子，镜子的话它就不会是像钻石那么的闪亮。所以这也告诉说我们在企业里面，就是各个部门一定要相互的支援，那么你只有相互支援之后，你这个企业呢才能够经营得非常好。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投篮呢，就打篮球。那么我们每一次看 NBA 篮球赛的时候，都看到说那些员工是全神贯注啊，你如果说想要把这个篮球能够投进篮筐的话，你一定要非常的专心啊，你不可能说你在投篮的时候还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啊。那么这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呢，一定是全神贯注了啊。那么我们在服务客人，或者说我们是在做一些幕僚的工作，或者是说我们在厨房里面等等，在各个角落各个地方呢，我们都必须要这样子做。那么这样做的话呢，才是一个就是球员他上场之后应该有的一个敬业的精神呢。啊，所以戴胜义呢，他也用16个字来勉励他的员工，啊，那么这16个字呢，也的确就是说说起来是轻松啊，但是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心路的一个体会了。啊，我们看一下这16个字，就是人生短暂，不能够等待，所以就是说你一方面是要工作，啊，另外一方面呢，你也是要在生活里面呢过得很轻松，然后也要修你300个学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实现理想无法取代。啊，所以他也是鼓励他的员工呢出来创业。就如果说你经营的不错，你职位呢也到达一个相当的一个位阶，比方说你也到达那个副总啊，或者说一些协理的话啊，你想要实践你自己的一个理想，那么公司呢也有他的一个醒狮团的计划，就说你要出来创业啊，公司也会赞助你啊，然后让你有一个自己的品牌来经营，那么整个集团呢都是你的后盾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企业啊非常独特啊，也是我们可以看说他为什么在国内经营的这么好啊，他们员工的年终奖金呢，甚至上能够超越高科技的一些主管的理由。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各位同学收看，我们下次再会。